主播，那你阳气有够重哦！靠杯啊，我也希望有一点不要这么阳刚啊啊！还是我早一天直播，然后找那个女陪玩，然后陪我玩，找女陪玩，我要装傻哦，吸我，拜托吸我！哇，这个卤味还带造型啊，那么可爱，卤味超大只哎、欸！他妈他妈一等卤味他妈顶 Q 哎、欸，这么狠的吗？你勾得到吗？能量差点赢，对啊、欸，我觉得他们这样打赢这样不错嘞。你知道 FunPlus 是真的是很顶的队伍啊 ，FunPlus 我觉得说世界第一队伍也不为过，我觉得。哦，被修烂，好臭！不要，应该要三摊吧？他们在台湾上单也是很顶，霸豆，我知道霸豆很强啊，他也是一个细节怪啊。敢了吗？就打野就在往上靠，你还要走去那河道，真是服了。我不帮白痴啊，我只收白痴的兵线啊。约的人拍叶三小小哥，我回来打国际服，真的觉得国际服真的他妈的，真的大师宗师真的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。哎，我在想。我想要早一点直播，然后我去那个陪玩一下那个妹子的陪玩。怎么说各位？看吗？我下个三四场，我记得我还有剩一点代币。那他妈这样都可以空余，我真是他妈的。你啊，鸡巴！他妈打野就往上走，你他妈的还不错哎、欸！惹他妈亮我，真他妈服了！这飞石要干嘛？你为什么不丢提姆啊？你娘差一滴哦，干我要吐了，操！这大宗师是国际服，大宗师是一群他妈的，我干你娘嘞！啊，拜托啊，别闹啊！干，滚蛋好不好啊？干我要中风了，干这些人比他妈路虎还不值当，干受不了。
挖吐了。071真的太顶，确实。这就是国际服，没错。This is 国际服，不是第一次吧？对，继续耍智障。OK， 这波酒桶送的不错，让我飞了。为什么要打野8000块啊？凭什么？哦，这边应该是先回家再吃蓝。闪电狼打板就很好啦，闪电狼打板就很好啦。我只能老实讲啊，就是 FunPlus 的团战太强了，我只能说他们团战真的太强了。OK。他妈上单！ID 啊？台湾人吗？有种，你他妈的卤味为什么要追着这个 AD 追到塔下？哦，救命啊！你怎么觉得你会杀得了这个塔下的 AD？ 干哦，我真的是服了哎！为什么这些人真的是没在动脑玩游戏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在搞？操不要！他们团战细节处理太顶了，5个人都同步了，确实啊。他们就是要一起要打就一起打，要推一起推，就这样。他们不然就是那种，我造好了，我来打，然后你没招了，我要拉，轮流那种感觉。我看起来感觉就是他们的那个团战沟通是说，那个什么，假如悟空好了，我叫他们选悟空蛮强。我打好了，我先开，我进场哦。拉下，我没招，我打！我招好了，我上！你看我，你们看我，看我！还是这种感觉啊？我觉得啊，应该是说他们的团队里面任何一个人都是有资格当主抠的这个能力，所以他们的这个团战拉扯是非常的强。好，再来是培养了很久的默契了。什么勾啦，卤味，我操，卤味，你搞真的卤味，拜托你了。啊，他妈差点跳出去了。我一直看我，就看他小。听我一直看我，是在看他小。没刮过是不是啊？
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比赛会不会出 mic check，欸，有出 mic check，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，应该蛮精彩的方法。这凯南玩的也是有够烂的，好啦，哎呦，干你俩差点没 Q 到。武器进化 Q 吗？没有啊， Q 是一定要进化的， Q 是一定要进化的，不用想啊，这个游戏这不是端游啊，你这个 Q 没进化，那个节奏会掉很大，你玩开始一定是得进化 Q 了，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进化 Q， 你这样吃那个物件的时候才会快，虽然不会加伤害，但是会减 CD， 而且派哥在没心态，就派哥在搞。他妈虐这些人真是他妈随便打欸，我大招又好了，超快，你们看到我大招又好了。